是我。如果多一张小票，你会不会相信我？开心啊！你话呢？如果我送多首歌俾你，你会唔会开心啲啊？唔好讲啦，你应承我嘅嘢都唔知道，究竟系真嘅定系假嘅？以后我唔会再揾你噶啦。你舍得？我听讲这个世界上有种人是没脚的，他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周围飞，落地那阵还会有大把女仔等他。这种人好像很受欢迎。如果多一张小票，你会不会相信我？你想要的东西只有我可以给到你，你一定会回头来找我的。郑太太，侬搿只菠萝好贵啊！系啊，我而家上唯品会就可以买到心水嘢啦，唔使再搵嗰啲代购啦。至紧要信得过啊嘛。系啊，陈太真有眼光，叫嗰啲代购先买啦。李真啊，我求下你开门啦、啊！Dientes de pelas, labios de rubíes.